来自民雄乡的消息，民雄乡公所今仔日也举办元旦升旗典礼。今仔日上午6:30在公所广场盛大举行，由乡长林依林率领公所团队以及民雄乡民代表主席涂文生做会领唱国歌，现场大约有千人欢庆元旦，旗海飘扬，场面盛大。乡长林依林表示，国旗就升，予咱是血脉沸腾，心灵激动。今日大家居住伫遮，是因着尊敬国家历史传承，更加是对国家的认同，展现爱国家、爱国旗的热情。恁会使秉持着爱的信念，予这个社会充满温暖关怀，充满爱，还佮包容。公所团队充满信心，迎接崭新的未来，善尽职责，守护乡民，延续人民上大的服务精神，创造更加好的民雄。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今日的活动包括乡长林玉玲、民雄乡民代表会涂文生主席，还有代表。简嘉义议员，啊，佮有村长等人拢到场共襄盛举。参加的活动民众事先向各村来报名，会使得到小国旗，啊，佮国旗配色的运动毛巾，并且限量开放现场报名，嘛发送113条的国旗配色运动毛巾，吸引大批的民众热烈来索取。挥舞国旗现场是非常热烈，为公所第一遍办理元旦升旗典礼活动，画下历史的新页。最新新闻在前面向向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